我是 Katrina， 咁我而家咧就係 Year Four 讀緊 Global Business 同埋 Information System 嘅。今個 semester 咧，我就會喺 BI Norwegian Business School 嗰度咧就讀書嘅。咁大家就拭目以待我嚟緊嘅行程啦。拜拜。咁就終於佈置好我間房啦，咁就即刻嚟睇一睇。咁係啦，依個就係我窗外嘅景色啦。原來係啦，依個係我張牀啦，依個係我張台啦、凳啦，跟住啲嘢飲啊、啲雜撚撐咁樣啦，就係咁樣。咁跟住之後咧，有個屬於自己嘅小廁所啦，同埋一個浴室仔咁樣啦，就係咁樣。Yeah!而家時間咧就係5:26，我而家咧就煮緊我哋嘅晚飯，就係、是、一個白酒煮青蠔，咁大家就同我一齊煮個飯啦。Change 住開其實最開心都係遇到唔同嘅朋友咁樣啦，咁我喺挪威都唔例外，咁就喺隔離 U 同埋隔離開咧就識咗好多好好嘅朋友，一齊開下 party 啊，出街玩下，同埋一齊去旅行。Change 另一樣好重要、好重要嘅嘢咧，就係、是、去讀書啦。咁UST Business School 總共有139個exchange school 嘅 partner， 咁就遍佈世界各地。個內容類似嘅話咧，我哋都可以去做到呢個 credit transfer。咁咧就唔擔心話我可能喺依度我讀完書之後，翻到 UST 其實唔認可，又要將同一個 course 再讀過。咁另一樣係 exchange 嘅更加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去旅行啦。咁100個人都有100種唔同嘅 exchange 方式，而我自己咧，我就係除咗好中意同朋友去旅行之外啦，我自己都好 enjoy solo traveling 嘅。咁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係去 solo traveling 先可以 attention 係 fully 擺咗喺你身邊嘅一啲事物嗰度啦。你可以用自己步伐去 explore 一個地方，就成日都要住 hostel。咁但係其實住 hostel 亦都幫到我去識多啲唔識啊各地嘅朋友，了解到佢哋 perspective。咁所以係咯 ，through 嘅 exchange。我成長了很多，而我覺得很大部分的成長都是來自這個去旅行的，那大家就看看我去了什麼地方。第一站我們就去了 Tromso， 我們就去了 visit 啲 Sami people 去了解一下他們的 heritage 和以前被挪威人壓迫的歷史，接著我們都走了去看極光。Budapest 是我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地方，除了你看到有很多很漂亮的建築物和景之外，它這裡的歷史文化都非常濃厚，所以都大力建議大家去聽多些 audio guide 啊，或者去行一下 walking tours 這樣。講起歷史，這裡也有很多不同的 museum 和 memorial 去紀念，還有講解當年在納粹佔領底下 Hungarian Jews 的一些經歷啊和 suffering 的。值得一提嘅咧，就系呢度嘅 room bath 同埋 public bath 咧，都非常之好玩嘅。这个就是我们的科大男神 Timothy Chan 啦。今次我们都有一起去周围游走下 park 的不同地方，包括 London Wall 啊，听下 opera。如果未玩够就已经咬齐啦。
作為一個港女，就梗係要去轉 Paris 啦。值得提嘅咧，就係好多 EEA 或者 EU 嘅 students 去 museum 都會唔使錢嘅。游完巴黎都要去嗰度品下红酒啦，去下南法嗰度体验一下阳光与海滩，咁就去下唔同嘅小城市嗰度再体验一下佢哋唔同嘅一啲分别啦，去下调香啊，去 Monaco 嗰度去闻下钱嘅味道啦，仲有去咗 East 嗰度咧就系去体验一下一个 Medieval Village， 好悠闲咁样去过一日啦。最后都有上翻去睇 Rapunzel 嘅 Inspiration Monster Michelle。去旅行我就很喜欢很普通地在街上随便走走去感受在这个地方啦。 Barcelona 就是一个很 good vibes 的地方。可以不去呢就是这个圣家堂啦。 Gaudi 接手之后就将一个本身行 Gothic 路线变成做现代主义的 style， 由82年到现在都还没起完的。Portugal 是另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这里的 architecture 就非常有趣。除了你看到的现在的 architecture 之外，其中一样很特别的东西就是，不知道这里是不是 Azulejo， 就是一些蓝白色你经常会看到的一些 tiles， 它都演化了做很多不同的一些颜色几格。之后呢都自己出发去了 Lagos， 这里的 hostel 是非常好的，人们很热情，咁又有 family dinner 去大家一齐食下饭啊，倾下偈，咁都识咗唔少嘅朋友嘅。依一度啲 caves 咁靓咧，唔好净系离远睇，最好咧都睇一入去睇下，感受下。Venice 都是衝著這個要遊船河的心態去，但是呢其實它這裡的 art scene 都挺豐富，所以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留一點時間去看啦。Venice 附近都有這個 Burano， 就是 known for 它的 lace industry 和它的彩虹小屋，還有呢就有這個 Murano， 就是 known for 它的 glass making 的。自己玩完 Paragliding 之后都试了人生第一次在没有 data 的情况下跟车去了个不知道什么地方问路问回家的。Thank you.
Thanks. Exchange 嚟到尾聲咧，都去咗 Oslo 附近咧揾個 cabin 望住個 fort 瞓咗一晚。